胜利，七彩世界多么美妙。小胜利，给你给我爱的拥抱，手拉手快乐的奔跑。嘿嘿，欢欢乐乐成长正好。哦呦吧，学习天地多么美妙。快来吧，来好奇，来思考，大大世界一起创造。什么病？大家睡觉前，老师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。最近有好多小朋友都得了蛀牙，明天我们组织一次牙齿检查。嘟嘟鸟，你知道什么是蛀牙吗？这个呀，这个问题很简单。就是有非常坏的虫子钻到牙齿里。那怎么才能把它弄出来呢？为什么会得蛀牙呢？甜食吃的太多，不认真刷牙，就会有坏虫子钻进牙齿里。我可不想得蛀牙。悠悠龙，我们该回家吃饭了。悠悠龙，这样又冷又热，小心吃坏牙齿。没问题，我的牙齿很坚固的。怎么了？是不是牙齿不舒服？不是不是，妈妈，我吃饱了。哎呦，好疼啊！不会是虫子钻进去了吧？要是蛀牙的话，那我就惨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明天还要检查牙齿。据天文学家预测，今晚将会出现流星坠落的景象。嘿嘿，流星，太好了！我对流星许愿，希望明天下超级大的雨，这样就不用去幼儿园检查牙齿了。明天下超级大的雨，明天下超级大的雨。悠悠龙，起床啦！妈妈。
今天下这么大的雨，又不能上幼儿园，你干嘛这么早叫我起床呀？下雨？你还在梦里吧？今天的太阳早就出来了，半滴雨点都没有。悠悠龙，快去洗脸刷牙，吃完早饭还要去幼儿园呢。到底怎么办才能不去幼儿园躲避看牙呢？我记得上次发烧，妈妈就给我请假了。发烧？有了。嘿嘿。好热呀，这下妈妈一定认为我发烧了。悠悠龙，你怎么还在床上？悠悠龙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妈妈，我好难受，浑身发热。是有点热呢，看样子是需要在家休息一下了。悠悠龙，试试这个。好像没有发烧。悠悠龙，为什么眼色通红呢？水彩的颜色。悠悠龙，这么着急往外跑，有什么事吗？老师，我想小便。去吧，记得快去快回呀，很快就要轮到你看牙齿了。悠悠龙还没回来吗？我去找下他。悠悠龙，你不去看牙齿，躲在这里干什么？老师，我害怕，我害怕看牙齿。原来悠悠龙是害怕看牙齿呀。这是什么？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其实看牙齿并没有那么可怕。你先看看这本连环画，再决定要不要看牙齿。那我今天不用去看牙齿啦。不过一定记得看这本连环画哟。牙好疼啊！这么多好吃的，却一样不能吃。悠悠龙，你怎么不吃呢？平时你可是最爱吃这些了。我现在没什么胃口。爸爸妈妈，我去房间休息一会儿。肚子好饿，我要吃饭。
治好了，医生抓到了坏虫子。哦，蛀牙，我不怕你，我一定打败你。云云老师，谢谢您的连环画，我再也不怕蛀牙了，我要去找保健医检查牙齿，打败蛀牙。悠悠龙真勇敢。牙齿又恢复健康了，记得每天刷牙，爱护自己的牙齿哦。聪明的世界很大，一起在悄悄发芽，爸爸的手掌抚摸我的头发，妈妈也低着头微笑着问我快乐吗，在小小草